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36的郑福威。我曾经有发过自己的单曲专辑，然后有在 Party World 可以唱到我的歌。然后我喜欢唱歌跟演戏，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举办这个演戏的 audition。OK， 现在第一首歌是沈伟妍的《我只是想要》。我只是想要一些疯狂和拥抱你的希望，或许你会转转万般艰难，只用心的将你牵绊。我真。第二首是游鸿明的《恋上一个人》。非要等到爱眼中分扬痛，才知道痛不胜一种，留在午夜梦回最好的心，伤心对自己说非要。第三首是梁朝伟的《一天一点爱恋》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失恋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甜言。好，谢谢你的学生，谢谢。这个时候老师可以做出决定。哎，老师还没做决定，先别急，先别急。来，数到三，请举牌，三二一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这首歌好。只要你在演翻来覆去的时候有起错，得不到甜蜜，我不再完美，回首重回，还是你的结尾。最后一首歌是我爱你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走路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，无情的眼神，无情的一束的寂寞的心痛，最轻的右手，最难的胸痛，谁让你来？好，谢谢你的演唱，紧张过了，不要紧张，这就要看老师的决定了。请举牌，三二一。我刚才唱一首是两票对两票，梅香姐。谭老师，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呼吸点，那个断断续续的。你看，说如果有机会，你回去看你的影片，那个影片，你看自己唱。对啊，你是跟唱英文歌比较多的。我觉得你今天有什么感觉？哦，所以你的抖音是很 natural 的啦。也不是啦，就我唱太快了，然后就不会吃。因为这个是就在后面，就算你自己后面会越来越更加的低。对啊。那为什么我没有忘记？是因为原因的。我觉得我蛮喜欢的，我的声音，我唱的也不错。可是我觉得你的练习还不够，我是第一次参加来参加，所以呢，我还给你多点机会来参加。你再去练习，我觉得会更。因为现在以你的那个程度，我觉得要到不到这样的感觉，所以再多去练习，再给你多点时间，好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李小姐呢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服这两个，我不要让你回去。你再唱一次，如果他们两个有一个，我就按这个等。如果他们俩听完了还是 no， 那很抱歉，下次再来，我帮你争取一次机会，好吗？因为我喜欢你唱歌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不要紧张。你接下来这首歌要唱到他们两个 C， 其中一个人的 C 也是就好，我就按下去。如果他们两个还是无动于衷，那对不起，就没办法，好吗？我又想要听什么歌？点歌，他是平时老师点歌。你自己有把握、有信心的歌吗？你也没有其他歌曲，有梦想跟希望，要放弃，要啊。有没有人听？不讲是的，然后就是还有。
希望他们可以去办个演戏的作品。你可以讲的意思，你要唱副歌还是你要唱副歌？马里亚，让我们心里准备。好，哎，这谁算好了？后面还有很多学生。有机会就要参加比赛，不要放弃的机会。然后就是要勇敢的去守自己的梦想。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举办这个游戏的一个audition。是，是，是，这个地方可以。